都是广告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拒绝的。我跟导演讲，我拒绝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头发。导演跟我讲，拜文家的戏头发很黑、很亮、很柔，加了一个演的戏之后呢，头发光。后来我听说，也知道他们是假的，是化学成分的。我就算能每天跟着加的戏，加了的戏头发光光光。观众讲完之后不加的戏，头发都不油。我的头发乌黑浓密，因为我加的戏。我用完之后根本没有这种头发，这就是我用的洗发液。我的洗发水设计特地加的戏，拍的时候根本没有这种头发，假的假的。我的头发是假的。